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Mina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参观托尔兄弟在 Santa Clarita 的梅子谷全新开的铁门社区里的样板房卡米娜的这个户型。卡米娜呢是 Victoria 这个社区维多利亚社区的卡米娜哈，那它是五房四卫双车库，2769尺，非常大的居住面积，但它的售价呢只是75万美金起，性价比非常高哦。好了，现在一起参观一下吧。
好了，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看房视频。记住，这个铁门社区呢一共有六种户型可以选择，可以去一一翻阅 Mina 的视频来进行查询哦。如果你对这个户型感兴趣，或者是对于这个社区感兴趣，或者是对于美国任何南加房产感兴趣的小伙伴呢，都可以来联系我，可以加我的微信，加我的 LINE， 或者是打我的电话来进行咨询哦。我是 Mina，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，就请订阅一下我的频道。如果能动动你的手指头帮我点个赞的话，那就更好了。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拜拜。